种事都应该让我知道。我是妈唯一的儿子，从爸走了以后就是我跟妈相依为命，连她生病我都不知道啊。真糟糕，我每天跟妈在一起，我怎么会没有发现她不对劲呢？您生病了她要多陪陪你，餐厅的事她不干了。我得去金牌的餐厅。周日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金牌老爸。